4月20日，鹿晗在泰国庆祝34岁生日，但关晓彤却缺席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关晓彤的祝福准时到达，鹿晗也发文表示感谢，两人甜蜜的互动让人羡慕，但这样的恩爱却也引发了一些质疑。有网友认为两人恋爱8年却仍未结婚，令人费解，而鹿晗的粉丝们则纷纷为他辩护，表示他依旧魅力不解，演唱会门票依旧一票难求。这次鹿晗的生日，他并未与关晓彤一同庆祝，而是与吴花的团队成员在泰国海边度过，他们一起搞团建，吃蛋糕，氛围十分欢乐。尽管鹿晗的造型被一些网友吐槽，但他的可爱与活力却无人能及。而关晓彤虽然未与鹿晗一同庆生，但他也忙碌于自己的工作，两人虽然各自忙碌，但感情依旧稳定。他们的爱情虽然低调，但却坚韧而深沉，外界的猜测与质疑从未能动摇他们的感情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无论外界如何议论，鹿晗和关晓彤都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彼此的爱情。最后也祝两人早日修成正果吧。